延禧攻略两个璎珞，一脚而走红的吴谨言，曝光衣组写真，单肩纯白鱼尾裙，清新透丽的妆容，在淋漓的阳光下散发出不俗的淡雅气质。女主角为璎珞得到了一大批关注，为璎珞这个人设没有白莲花，没有女主光环，有的只是有求必报的性格和后期黑化的高潮看点。在延禧攻略中，为璎珞进宫是为了寻找姐姐当年死去的真相，无意间却卷入了后宫的战争。她伤害了自己的初恋傅恒，自己步入了另一个阶段，这个阶段就是嫁给乾隆成为令妃。这个举动则是富察皇后要求的，她希望为璎珞陪乾隆走向盛世，做一个明君。为璎珞有愧于富察皇后，便答应了。为璎珞和富察傅恒之间的感情让网友羡慕不已，两人从一开始误会不断到最后的甜蜜相处，也历经了不少的过程。我们都知道，虽说傅恒和韦璎珞有一段感情，但两人最后并没能走到一起，因为傅恒为了保护韦璎珞选择了去二清，而韦璎珞则因为富察皇后临终前的嘱托成为了乾隆的宠妃。哎，看得小编我真难受啊，想想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多么幸福啊，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生活，大家一定要珍惜呀，万一一觉起来我们穿越了，呵呵，开个玩笑哈。